答应过先父，誓死保护此剑，还望九卿的兄弟们留一条路给我走。刘先生，我这次来呢，是专程邀请你加入九卿的。哦，就以这种方式吗？始乱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九卿对朋友只会善待，绝无伤害。如果我拒绝呢？ 识时务者为俊杰，而我呢，真的很不喜欢浪费时间。哎，老大，他说他讨厌浪费时间的人，是不是在说你啊？ 小子，为何不拔剑？耻笑！走吧。
林会长，林会长，林某答应过要保护刘家，先生请回吧。真是麻烦呢。既然你林会长都来了，这赤霄剑我是带不走了，但是无所作为，岂不是白来一次？ 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 我数三下，你不放下枪，我就击毙你！ 暗中保护我10年了，我无论怎么样都查不出你们的身份。
不这么做，怎么逼你出来？不想让你卷进来，暗中保护你是当年对你父亲的承诺。当年的事其实我没有怪你，我只是想知道我父母为什么死。走吧。那天那个人啊，我跟你说特别逗。什么？就没见过他那样哦。会长，这位是云荒。嗨，云流，你见过他？肖明瑞，还记得我吗？不会是你的私生子吧？啊！想偷袭我们老大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好了，我要带他去麒麟斋。凌小璐天音，他正在计算把对手切成几等份。他有这个爱好。孙哥，把你舌头割下来。小胡安宗进，妖刀。为什么要割舌头啊？不是应该挖双眼吗？哎，当年那个穿黑衣服的哥哥，也是武器变来的吗？是姐姐。万物有灵，人为其长。夺其灵而助之于器者，是为器灵。这是历史上的锻造大家开发的一项锻造之法，以武器封印灵魂的秘术，如今早已失传。能御使器灵者寥寥无几，是为御灵师了。这就是麒麟斋了。几千年来，麒麟散落在世界各地，有的残破不堪，有的完整无处。他们都有各自的威力和秘籍，甚至会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存亡。关于麒麟的争夺战，从未停止过。天宫会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残存麒麟，以及御灵师的组织。这支箭等了你十年。九卿四处寻找这支箭，所以我一直不能给你。现在是时候了。为什么是现在？
我曾经答应过你父亲要保护你们，但是我没有做到，而我也无法永远保护你，因为你的家族血脉势必会卷入这场战斗之中。与赤霄定下契约，接受这个命运，然后再选择你要走的路。我只想知道父亲坚持的是什么，然后替他走下去。自己去。何人敢惊醒龙颜赤霄的沉睡？女的，退下吧，胆小鬼！退！我父母就是因你而死的，你让我退去哪里？300年了，那是秦末，天下暴乱，犬戎人作为我部族的大敌，终于要来屠杀我们的青壮，劫掠我们的妇孺了。村长老决定要生生抽离出我的魂魄，锻炼出一把克敌制胜的利器麒麟。而在那一刻之前，我还正满怀幸福地等待着我的秦王，他叫刘邦。自抱住了，是我憧憬过很久的极富之妻，只是那时的我已没有了肉身。滚开！再敢往前，我必杀你！我随他出生入死，助他夺取天下，成就王图霸业。他死去的那天，告知后人要世代保护我，但我又何尝不知人心叵测？我葬了自己，大概这就是所谓的死生契阔了。我来不及沉睡，就被利欲熏心的人们给挖出来，重见天日。他们都期待着我如同辅佐刘邦一样，为他们血溅千里，建立不朽功勋。我被当作一个残忍的武器，受尽折磨，无人在意我的残损与苦痛。我知道，这个冰冷的世界上，再也没有刘邦。我终于知道父亲为什么一直坚持不使用你。没有完成我们的承诺，这一切对你太不公平，对不起。凡是与麒麟结下契约的御灵师，都会在手臂上结出纹章。英瑞，你的鲜血令赤霄与你结下契约，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御灵师了。记住，如同保护你的生命一样，你要保护好与你生死相随的麒麟。这本来就是我们刘家欠他的，它象征着麒麟的几大秘技，
每一个秘籍都有它的非凡之处，就靠你自己领悟和组合了。不，我绝对不会使用它的。十年前，你父亲也这么说。他到死，也没有拔出赤霄剑。没能救得了你父母，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。我不想你重蹈覆辙。明睿，我尊重你的选择，但三日之内，你不可以离开天宫会总部。刚契约的器灵会散发大量的灵力，九庆的高手很快会发现你的行踪。三日后，我会送你回家。一定要看紧他，否则基地的位置也会被九庆的人发现。放心。来来来，我教你个好玩的，嗯，放下，放下呀，来，闭上你的眼睛，闭上，集中注意力，把你的剑当成你的手臂。运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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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用力把它打出去。小鬼，你敢骗我！你们先好好交流。我不是故意要使用你的，对不起。说什么不会使用我，全是谎言。陈玉啊，不是你的棋力，这几步走的心浮气躁，急于求成，有心事？不瞒先生，有一心事始终挂碍于心。何事？十年之前，我有一个至交好友，偶获赤霄剑，但是他为了保护器灵，不肯使用赤霄，夫妻惨死。当时我就在跟前，却没能救得了他。看来一直放不下。我一生自负，没想到始乱心术如此狠毒，致使我失去至交，抱憾终身。现在他的孩子又继承了赤霄契约，我不能再让悲剧重演了。是啊是啊，九卿为了获得赤霄剑尽致疯狂，也让我一直困惑。毕竟三神器和七皇器灵背后的锻造残章，才是他们最终的目的。两者获其一，你们天宫会将没有抵抗的能力，那么这个世界的话，也要随之颠覆。
刘明瑞跑了。什么？刘明瑞逃跑了？有意思，你还是出现了。S 市春阳路，赤霄剑乃是赤龙血液与祭灵精魂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特殊剑体，如果落到九卿组织手里，研究出赤霄剑体的材料组合的秘密，世界上将会因此出现无数可与赤霄抗衡的祭灵。赤霄的秘密只能由天宫会来解开，否则全是骗子，我绝对不会让他们伤害你。谢了，兄弟，走。赤霄，小鬼，你有何打算？不知道，不过先逃回家就安全了，然后再慢慢想办法帮你把灵魂从剑中释放出来。释放哀家的灵魂？你可知道自从有了气灵锻造之术就没有返乡之法释放灵魂？不是那样的，那是以前的事情了。你沉睡几千年，现在的科技水平不是你能想象的了，一定能找到办法的。哼，你也不过如此，花言巧语欺骗哀家，无非想画个子虚乌有的梦想，好名正言顺得到哀家的力量吧。不是的，赤霄，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人与人之间是有信任的，也会有很多人愿意为了承诺付出一切的。你说的这一切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？我所看到的竟是虚伪与欺骗，冷酷与利用，全都是血淋淋的一片。以后不会了。小心！
走。我就别想了，还是想想怎么让我更尽兴一点吧。可是我还是想走啊。用不着你们天宫会虚情假意，看来这位就是断魂大哥了。你没有资格叫我的名字。背后，那是值得一战的对手。女人，我最讨厌跟女人打架。下次再玩吧。再见了，天宫会。你为什么不杀了他？他杀了小兰。我尽力了。小兰，硬抢是吗？跟我走。走。这把剑在你们眼里只是把武器，在我眼里它是活生生的灵魂。难道看着你们折磨他吗？你什么意思？回天宫会。我不相信你们。云王大哥，探子来信，天宫会的基地位置已经暴露，九卿计划今晚要偷袭这里，
如果气灵斋失守，我们将再也无法抗衡九卿，所以这是生死之战。云流，你到十一号口，看住了。云皇，你到楼梯，一定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人。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九卿的人心狠手辣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拜托大家，各自行动。如果你留在这里，谁替我保护刘明瑞啊？你是否仍旧信任我？是。万一这是九卿的声东击西之计，我们无法接受失去赤霄的后果，答应我，保护刘明瑞。害了云皇大哥和小兰，我没想到气灵也会死亡。那种二流气灵被摧毁了也很正常，再怎么说也只是把兵器毁了又如何？兵器吗？我看到的是一个绝望的女孩。你当时没有拔剑，不后悔？后悔，但不是后悔没有使用你，而是后悔我自己没有能力去救他。我还以为你是个胆小鬼，毕竟还是刘氏后人。那如果再面临死亡，你还会？以后可难说了。你和他真像。你说什么？也许真的可以相信你。不管再怎么危险，我也绝对不会以伤害你为代价来保护我自己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你受到伤害，也会破碎吗？哀家剑体乃龙血浸泡而成，还没有人能够击碎。不管怎么样，回到家里就安全了。少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已经调配了人手，除非有人开着坦克进来，否则根本进不了咱刘家大门。哎呦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呀？这么粗鲁，将来不好嫁人的。叔，那个，你先把咱家门修好吧。小明啊，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在外面不能认识不三不四的人呐。这太监如此多嘴，也能活到今日。是管家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保护你。你回去吧，我不想再和天宫会有任何瓜葛，我也不需要你们的保护。小子，你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吗？有哀家在，能有多大麻烦？要是真有那么大麻烦，你们两位哪有闲工夫来我这儿啊？我答应过林会长要保护你，至于你想做什么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
保护就算了。你们曾经救过我，想留就留下吧。欠你的人情，我也一定会还的。净说大话。答应过要替云荒报仇，他要把咱两个大卸八块儿。钟以后才会重新生效。云流，守住麒麟寨。放心吧，我会用九卿的尸体把这个门堵得严严实实的。这里交给你了。玩够了吗，小姑娘？我认为这三天不吃饭的疲倦感不是你一个小姑娘承受的。我叫天音，
自幼流浪街头，三天算什么？石榴，你死得够冤的。好孩子，怎么可能？我还真是大意了。你也只能用一次时光回溯吧。无知啊！休想！天意！还是那么顽皮，这个女的交给你了。再见吧，女人。你很想救她？我答应我要报答他们的救命之恩，可我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。还说什么保护大家，我果然是个胆小鬼。你是我认可的男人。赤霄，明锐，即便你再厉害，终究无法以普通人的能力与御灵师对抗。接受我吧，这样你才能拥有守护诺言的能力。你是怎么解开时间静止的？你见过会被束缚的龙吗？天意，你的觉醒状态是要损失寿命的。犯下同样的错误，这就是你的觉醒状态啊！哼，有趣。还有更有趣的。
说过，这个女孩由我保护。一个新人怎么能使用第三技能？不对，赤霄，你在燃烧你的灵魂。你宁愿破碎也要救这个小子，愚蠢！赤霄，什么是燃烧灵魂？不要东张西望啊，小鬼！我是说，如果你受到伤害，也会破碎吗？赤霄，就连死也要保护我吗？这样咱俩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至于你们，就等着承受哀家的怒火吧。怎么可能？刘明瑞已死，为什么他还可以维持人形啊？久不见了，八瓣琼曲。三神器已经集齐，剩下的就是寻找七皇器灵和残章了。好久不见呀，弟弟。老大怎么信任你？没想到你……
小小年纪不学好是吧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你的车吗？回去吧，别让你爸妈担心了。神经病。干嘛反悔啊？拿去吧。试着搁浅一切，只为你停住，却在浪潮退去后忘了我来时的路。我得到的不是爱情，是你让我痛。我执着后也哭着痛。是爱情，是你让我痛。